六六聊世纪，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六。接下来看 Jordan 对上三个一千家的玩家，这一场也是三个一千家的玩家，我们简称三国联盟。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Jordan 选择的一个文明是这个玛丽那玛丽这个文明是有这个生成金矿的效果，就是他的村民挖这个金矿的时候，金矿消耗速度会比较慢，但是并不代表他的黄金速获取时会比较慢而是正常的获取速度，但是消耗的金矿速会比较慢一点，所以玛丽在这个资源上的一个永续来说会有个优势在的。那再来就是玛丽有这个彪悍精神，让这个轻骑兵跟骑士还有骆驼伤害都可以非常高，变成2加5的一个伤害非常的猛。那他的轻骑兵到了帝王时代我记得最高是7加7伤害，攻击力有14攻，攻击力跟一只骑士的伤害没什么两样了。这边居然躲掉箭矢，哇，躲得蛮厉害的。好，那除此之外呢，这个玛丽呢，还有很多其他能力他的这个保兵呢是这个飞刀女猎手，飞刀女猎手最大的特色是打步兵来说是很好用的，因为它是有射程的，类似直斧兵的性质但是它比直斧兵跑得还要快一点，可以把它想成会跑步的直斧兵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他文明。那绿色选择是西西里，西西里最大的特色是这个农田树，农田的这个肉类产量非常的多。那除此之外呢，每点一个农田科技它这个带肉量你会都加一算是一个隐藏效果能力那最特别是它的单位是这个萨金特卫队萨金特卫队的一个攻击力跟这个攻击力不错，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近战远防近防跟远防都蛮高的。那他比较害怕这个火枪兵其他单位来说都没太害怕但如果你用骑兵跟他打还是打得赢的。那还有这个瞭望塔也被这个楼层塔罗吧应该是叫塔罗吧所取代比较大个一点比一般的瞭望塔还要厉害而且这个萨金特卫队也可以盖塔，所以西西里来说算是偏中后期的文明那他这个前期塔攻也 OK， 那到了后期还有这个锁子甲，锁子甲科技可以让西西里的重装骑士远防超高我记得到远防可以到8吧跟一只老鹰的远防没什么两样甚至比这个老鹰还要高一点点都有可能。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红色，红色的话是这个匈奴那匈人的话大家都知道一开始不用盖房子，那他的马弓到了城堡时代有9折，帝王时代是8折的优惠，那他也是有游侠这个文明的。可是其实匈人来说在最近的对战里来说是有点难获胜的，因为匈人算是比较古早的文明也没有一直 buff 或者是 nerf 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一个强度算是偏低阶位的大概能算是如果以 SABC 来说的话他应该是 B 级文明甚至有点接近 C 级文明了。 C 级文明基本上不在啦我会把它判定为 B 级文明那他这个达拉汉骑兵算是骑马版的剑勇我这样想就好了，因为剑勇砍建筑速度非常快速，那在他这个达拉汉骑兵打这个建筑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而且远防也是不错高的。所以就要看匈人后期能不能撑到后期，然后打这个达拉汉骑兵高速拆家有点像世纪帝国4的这个火焰长矛兵一样中国的火焰长矛所以这个匈奴后期能不能发展出来是个重点。好，再来看一下玛雅玛雅的话最大特殊能力跟这个玛丽的生成金矿能力有点像，但是玛丽的效果是全部资源永续时间增加 5%， 像这个吃氧可以吃的比较慢一点还有这个鹿肉猪肉也是金矿果子石头木头全部吃的速度会稍微减慢一些些所以玛雅到了后期经济都会一直很好都是这个原因这个资源可以一直吃一直爽，而且这一张地图是超级随机的关系，所以你们看这些鹿肉斑马可以一直吃哇这个经济应该会蛮夸张哦，而且玛雅这张图感觉对他来说是偏有优势一点点的。那这张图是超级随机的关系所以外面还有一些石头跟金矿，算是偏后期的一个地图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选择战术。Jordan 这边选择的是没有打算高速上封建应该可能是要直城的他这个经济配置看起来很像是要直城的经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食物量这边直接盖一个采矿地这边是要挖石头吗？还是要挖黄金呢？这边黄金离得远哇，这边是优先挖石头
好，那这边点下了封建时代的三级二十三批上，我这个批数上的怪怪的哦。他这个时间上的话，我觉得会出事啊！啊，没办法，第一时间直接点城堡 style， 我可能会慢了一些些啊。但我不确定哦，我现在不确定他这个配置是要怎么打。好，四木配，然后其他人全吃肉，还有踩石头。这里是要买卖石头上吗？看起来不太像，因为他这个食物量要上去有点困难。因为这张图好像没有野猪啊，是不是？哦，看起来是没野猪的，只有这个斑马，所以斑马比较多一点哦。大家一直在吃斑马。哦，超级随机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资源量完全不一样。像这张地图，金矿全部都在 TC 附近哦。那如果你要到这些金矿挖完的话，要到其他地方挖。那如果以 Jordan 视角来说的话，应该最好办法就是独钓一国，然后去抢他的金矿就好了，因为大家都离得超近的，就在隔壁而已啊。好，那这边红方啊，来看一下，第一时间上封建时代是凶人哦，凶人这边上到封建时代有去升级这个赤猴吗？好，下兵工厂跟射箭场，结果打的是弓箭哦，还不错啊，毕竟这张地图比较小。打箭矢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虽然凶人来说的话，可能上封建还是打落马比较多哦。哦，没关系啊，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即使是一千分的玩家也是哦，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哦，我们要给予包容跟友善哦，不能说他的战术就是烂哦。啊，每个人的想法都是独一无二的。好，那来看一下这边金矿挖的数量有点多咯，哇，五个人挖金。那这边是决定，哇，23批直城，我想说应该有可能是这样子，还真的是这样打。那边果然有该四级哦，这里有买卖了啊，那就没错了。好，那看起来这个买卖战术非常的 OK。好，不确定哦，这边上城堡是要打什么？但以伯伯啊，不是伯伯，这个什么？这个玛丽啦。玛丽的特性来说，城堡时代打工兵也 OK 哦，打骑士也 OK， 但以骑士的几率会偏高一点哦。好，玛丽来说还是这样子哦，不太可能打步兵哦。虽然玛丽的步兵有这个远防加成哦，远防非常高的步兵，但是不太可能哦。城堡时代就打步兵哦。好，那这边弓箭手开始出门了，而且一级射有点哦。对于一千分的玩家来说，我很赞赏这样的出法，兵工厂跟射箭场，我记得按哦。因为有一些一千分的玩家，我会忘记下这个兵工厂，然后一直不去点这个一级射，这问题就很大。好，那目前还没有看得出来要打什么路线哦，射箭场没下，马厩也没下。好，这边该不会是要来打保兵吧？打这个飞刀女猎手有没有可能？那打飞刀女猎手的话，打这工兵要稍微小心一点了。虽然不是奴兵了，如果是奴兵的话就害怕，工兵可能没那么害怕。好，这边直接进一个箭塔。点好了，应该是能稍微射到，但这个极限距离是射不到的，只能到这里，除去点一级射。好，那 Jordan 这边已经来到了城堡时代，我第一时间是下 BK 工程器制造所。好，那么来上看一下玛雅，玛雅这边也是选择工兵开，哇，凶人跟玛雅都是工兵开啊。好，那但是你们看啊，这边的一千分的玩家，这边流程上来说稍微有点怪怪的。一级射有点了，但是工兵现在才开始按，每个玩家的一个流程会不太一样，这就是一千分的一个困境了，打法都非常独特，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很容易就会你打我的，我打你的，就会变成这样子。好，那西西这边也是，到了封建时代之后也没有打算要直接打塔攻，也是在弄自己的，很开心的弄。但是这边凶人来说像是相对比较积极一点，但是也没有直接果断的要来大爆兵哦。好，但这边西西里没有出兵的关系，第一时间点下城堡赛升级。但是这边投石车快要出来，第一时间会先处理谁呢？好，投车这边稍微砸一下，稍微砸到了一下，但是这边是高地哦，高地有这个伤害减免的效果。好，砸一砸应该是没问题。好，这边要来上去盖城堡吗？但上方一直有弓箭手在驻守，哦，有点危险。好，这边出个弩炮。好，这边两边都很紧张，看一下这个对手到底要干嘛。哦，要来高地插城堡，这里会死村吗？刺头，银刺头会有点强势。
因为因此我可以拆工程器很快速。好，这边两只工兵不知道该怎么打，哇，这边逼阵，但是还是被砸到。后边弩炮串烧，圣诞树钻头，好钻到，哦又钻到，哇高打低，伤害特别高。好，这边上个高地堡，玛丽打飞刀女猎手加工程器吗？这个组合好像可以啊，毕竟飞刀女猎手怕的是工兵嘛，但工兵的部分可以靠弩炮跟头车解决，好像问题也不大啊。好，果然出飞刀女猎手。好，那玛雅这边没有选择继续出工兵了。哎呦，还是我继续说，好不好意思，我以为他要转兵了。看起来他的经济配置来说的话，可能会转一些打法，例如先点城堡，真的点城堡了。好，玛雅继续打工兵没问题哦，毕竟玛雅的工兵很便宜啊。好，那匈人这边开始转马厩了，要转一些骑士。好，这两边头车开始对西西造成巨大伤害，这边城堡应该是盖不起来了。这边应该可能会出事，要小心一点。西西这边惨遭毒手，第一时间赶补下了马厩，双马厩。但是农田已经被烧的情况下，有这么多肉可以让他出，这是歧视吗？他现在库存肉只剩100，待会想安肉有点困难，除非要靠市集买卖，但他也没多少的黄金库存，所以西西里这边属实难打。好，飞刀女猎手开始试出。有飞刀啊，还在骚扰了。好，这就是会跑步的紫斧兵的概念了。跑得非常快速。好，匈奴这边也快到了城堡时代，还有一秒钟。好，到了城堡时代之后，按下骑士吗？还没有按，还没有按。这边跑去后面开 TC 啊！哇，居然选的是开 TC 路线了。好，西西的骑士过来想要解，第一时间要来解头车，没问题。好，头车，哇，这边炸说明，完蛋，很痛。哦，这村民被砸到剩一村。好，那这个骑士很可惜啊，没有收掉后面的头车，这边飞刀女猎手过来救一下。好，那玛雅也在外面开出了 TC。哇，这边太硬要了啦，这样不行啊，西西里。哇，这边用头车加飞刀手，打掉非常多的一个村民，而且这个城堡是不是要来不及滴了，要被撞掉咯，这里有冲车在撞，血量剩100滴，村民要过来硬盖，70几%，不愿意停损，爆开，哇，资源没拿回来，哇，就算你拿回来也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拿，变70几%，你只能拿回大概不到30%的石头量。哇，西西这边损失大量村民，城堡也没盖起来，看得非常痛苦。好，后置车直接开始砸。弩炮这边要继续打吗？不要。好，往前。这边要往前的是头车，不是弩炮。哦，弩炮的话打这个马弓还是有威慑力的。这边弩炮有稍微针对了，稍微过来控一下。哇，玛雅直接三 TC 开弩哎！哇，这么浓的。好，那飞刀女猎手持续在输出，但是 Jordan 这边啊是选择没有一个专系弩的路线哦 ，TC 都还没有开下来啊。反倒是西西这边啊，快要被毒根了，反而在外面开了一个小天地啊，家里啊算是一个平稳平浓。好，玛丽这边顺利拆掉西西的第一座城堡啊，不是城堡。这个 TC 啊，后方啊稳稳的弄。好，女猎手过来，但是这边匈人的马弓对女猎手效果是很不错的哦。啊，如果匈人这边还可以点下弹道雪的话，会更好。啊，毕竟这个跑得快速，容易躲掉箭矢。哎，但是不动的时候就很好中了。OK， 又跑了一下 ，OK， 稍微躲了一些箭矢。好，那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匈人了。匈人这边有出兵，那但是匈人依旧没办法对这个弩炮做到有效的打击，可能还是要出一些头车哦，有出哦，而且还要出冲车。好，这一篇偏军事哦，这位匈人玩家。
后方西西利没有 TC 的关系哦，直接到后方做一个伐木，这边开始慢慢撒下农田。这边盖一个哨站，稍微看一下，看清一下里面状况，这边掌握住一下对方的马弓的动静。好，这边头车能点得掉吗？就要等想要第一时间搓掉，哦，可以，但头车这边没有碰好，稍微有点往前了。好，这个弩炮能救到吗 ？OK， 后方还有两台弩炮。OK， 就等这边经济状况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匈人这边该怎么防守呢？哦，这边压个堡不错，但是能盖得起来吗？该不会要重现西西里的刚刚那个画面了？哦，这边秀个操作，没有打掉对方头车，很可惜。哎，就等这边要是被砸到头车的话，可能这个城堡就没法阻止了。那现在目前这个状况看起来是可以顺利的解掉这边盖城堡的一个局面了。好，大量村民直接出来，直接硬盖，冲车要来顶头车，但是直接被解掉。因为这个飞刀女猎手打冲车效果是很好的，这边拿出全套开始硬扁冲车，冲车直接被解光。但是这边城堡还没有盖起啊，还有大概 70%， 这个趴数跟西西的村民数刚刚的趴数很像。哎呀，完蛋了，又盖不起来，第二个 DOT 堡。76%、77%，能再继续盖吗？好像有点困难。哦，这边出来有机会，好，这里有机会，88%、90%，哦，居然没有重到西西里的复测。好，匈人这边虽然损失大量村民，村民数只剩下32村，好，但是很顺利的把自己的城堡盖了起来。那有这个城堡的话，可以大概再苟个10分钟左右吧。啊，毕竟到帝王时代，这个城堡可能就不保了。那这个城堡确实可以让匈人这边喘口气啊。好，那玛雅这边很专心在农，但这边有点惨啊，这边连集结点都忘记设，有村民在发呆啊，没做事啊，这一村也是啊，这边看到了啊，赶紧撒农田 ，OK OK， 田赶紧撒，家里也是啊，这边也是有一村在发呆，这里还有很多也在发呆，哇，这个集结点都没有设好。好，那这边红色稍微打说 ，Are you OK？ 你还好吗？啊，他刚经历了生死交战啊，问一下大家过得好不好？啊，他殊不知西西里已经快没呼吸了啊。好，在这边慢慢的浓。好，后面这边开始一些农田了。哇，这边玛雅是这样，一直浓一直爽，没有要出兵。那这边 Jordan 又来出一下玛雅了，玛雅应该看到这个状况，应该觉得很不妙吧？但是他这边连手推车也点下了，开始有转出锻造技术，我可能要来转这个老鹰了。老鹰飞一下，确实不错，但是老鹰也是要稍微注意这个飞刀女猎手。那应该没有问题啊，飞刀女猎手的血量偏低，老鹰只要能贴得到，只要稍微包一下，应该还是可以解得掉的。但是这边要足够老鹰才行。那目前经营状况来说，要出这么多老鹰，可能要多挖黄金一点啊。但是玛雅的黄金库存只有900，食物量反而有点偏少，这些农田都没法正常种田。好，就等这边三 TC 开出来，开始在运转 TC 的数量了。后面还有僧侣哦，来防范一下对方的骑士哦，这边应该不是来防老鹰的，老鹰可能有点难防，因为老鹰是有抗招响能力的。哎，结果玛雅这边有出一些头车，结果这个头车直接被白给掉了。然后工兵这边稍微做骚扰，但是打不到任何东西。好，匈奴这边派了几台头车过来防守，看可不可以帮玛雅守住家里哦。但其他大部分村民都已经往后逃难了，这边盖下一个城堡，当做最后的堡垒。哇，那玛雅一开始就觉得他自己会被毒根吗？所以就直接一开始就选择后撤。哦，这边头车砸得不错，哦，直接砸到。所以这里还有村民在修理。好，这边过来直接来招骑士跟马弓。TC 爆开，农田不能上，前线的金矿也被放弃掉了。那西西来这边回来偷偷挖黄金。
还开始出骑士、啊，开始有机会有点逆转的感觉了吗？那目前就只有匈奴的 TC 哦，原本 TC 还健在着，其他人的 TC 原本 TC 都被拆掉了，但还行啊，他们还有知道又到后方开 TC， 把这个经济正脉弄回来。好，这边有两只老鹰做到了一个事情啊，拆掉海陀车，但是被后方的城堡直接索性哦被集火射死了。那前方这一坨工兵哦，可能也做不到任何事情，要被投了吗？因为他好像控不太过来，陀车步步为营，直接砸了一发。哦，但是这边是低处的关系，所以伤害没有那么高，砸不死。哇，砸第二发还砸掉三只工兵。好，这就是高打低的一个伤害截面了。低打高啊，高打低的话伤害会更痛一点。好，匈奴派了一些几只兵啊，想要来做防守，但这边就看到僧侣有点害怕，而且还有工程器。只能往后撤了一下。好，工程器在这个地方会控吗？但是女猎手过来直接吃掉应该没问题，飞刀丢一丢。好，再往前走，哎呦砸到了，伤害吃好吃满，全部残血，赶快拉回家，再让僧侣补下血量。好，飞刀女猎手其实是很害怕投石车跟弩炮单位的。好，哇，这边招的不错，哇，这边点到刺头有点尴尬，哇，不是招骑士，招错东西啦，就等要出大事了，这个骑士是不是能砍到呢？哎、欸，砍不到，哇，这边居然还解光了。好，南亚后面补出了更多 TC， 四 TC 开农装城堡。匈奴这边由于有出兵的关系哦，经济上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出了一些兵哦，稍微拖到 Jordan 进攻速度。好，那这边工兵过来持续想要到后方骚扰农田，但这里开头车依旧没法解决，剩下九只工兵，这里能砸得到吗？哎呦，又砸到了，砸了一发，哇，我就知道他这样逼阵的话绝对会吃到头车的伤害了。好，自己居然有洞，哇，可以钻，钻到了。好，老鹰飞一下 TC 的村民，但应该飞不到太多东西，应该也稍微解掉了。家里还有一台弩炮。好，匈奴这边慢慢的转出步兵升级啊，不知道为什么要转步兵。匈奴的步兵没有很强，没有三级板甲。啊，应该是按错了啊，果然是按错了。点一下这个零铠甲升级，还是要走一个骑兵路线比较好。好，那这边飞刀女猎手前方这里没有空，直接被砍掉。飞刀女猎手很害怕骑士单位的，好，毕竟自己血量很少，被贴上来基本上很轻松被解光。好，后方的一个经济状况其实还蛮浓的， Jordan 要迅速解决这三家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啊。然后感觉 Jordan 这边并没有很积极在做进攻，让我蛮意外的。好，那目前到了帝王时代了。觉得这边帝王时代还有两分钟，这两台拖车会不会有点危险呢？哦，没有，看到城堡是退了，相当理智。好，后方的一个状况，其实后方经济慢慢拢了起来，村民数来到69村了。虽然还是全场最少村的村民哦，但是 Jordan 这边没有一直把对手打到死的关系哦。我觉得应该是这可能也是表演赛吗？因为我们上次看到的是表演赛啊，但是 Jordan 是打得蛮认真，感觉这一场就没有把他们打入死胡同的感觉。那谢谢这边骑士，哎，这边不错哦，骑士加城堡的联动，那这边可能会稍微伤到一下 Jordan 后方的经济状况。好，这边搭配匈的骑士直接做一个联攻，哎呦，这边有出现了难得的互相合作的一个方式。好，这个城堡顺利盖起来，稍微会骚扰到 Jordan 的经济哦，因为你看这边 TC 可能会被射到，好，可能可以射掉一座 TC 没问题哦，两座有点极限，要剩一下射程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好， Jordan 这边家里又被老鹰飞了一下，玛雅开始转出一些单位哦，开始做骚扰了。好，骑士这边解一下挖金矿村民。好，这边盖一个城堡，要来夺取玛雅的黄金矿。好，
帝王时代一号城堡可能要赶快铲这个巨型投石机哦，去拆后方家里的城堡或是前线的一个城堡位置哦。如果说我话，我会先拆前线的。哎，对，因为这边都已经是高地了，你直接高地直接开闸没什么问题。这个伤害会很高，来砸下一发多少？359算3600。我靠，直接砸了500滴啊！头一颗500。这个巨头高地伤害增加太多了吧？好，那这边红色也上到了帝王时代了。好，后方这边建了一个城堡，然后城堡也直接把这个巨头盖出来。这边还想要盖一个城楼啊。哎呀，这边雨射手开始数量起来了，5+2。巨型投石机再度出来，好，玛雅这边买卖一波，卖了超多的木头，换了一些黄金过来。好，雨射手直接上前开始射。好，这边有扣下队友，哎，这边出射，这边应该可以截掉巨型投石机，没问题。哎，这一波匈奴加玛雅雨射手防守效果非常棒，把旧人给击退了，但是这个城堡可能还是要掉了，因为没有石头了。好，后方的一个状况，城楼虽然已经被盖起来，村民直接上去硬敲，但血量很多，2225滴血的一个塔哦。好，直接也是拆光。好，这边骆驼直接过来劫，骑士直接退掉，直接抛弃村民。哎呀，贵族不是要保护平民的吗？这个骑士就直接跑掉了，骆驼过来，骑士瑟瑟发抖。哦，但这边围的不错，这个看不出来，这是有1000分的操作哎。哎呦，这个房子围的好，哎，这个超过1000分的操作，不错不错，围的很及时啊。虽然骑士逃的也很及时。好，这边女射手过来骚扰，效果还不错，虽然这个骑士有点硬。这个骑士是已经装穿锁指甲了吗？哦，不是，他不是西西哈，这个是玛丽。好，彪悍精神还没有点，那没有点彪悍精神的话，玛丽的骑士会稍微弱一些哦。哦，因为毕竟没有三攻，要点彪悍精神之后，伤害稍微高一些哦，才会额外再加五攻哦。哇，这个三滴血的巨头有点可惜哦。好，那这边开始骆驼四处在骚扰，久等经济开始好转了起来，人口数也快要接近200人口。匈奴正面短拖重装骑士防守效果其实还 OK， 这边第一时间把巨型投石机给拆掉，后方的巨头投车过来，其实要当然零头，但是家里的骆驼虽然不够多，巨型投石机两台可能会被直接收掉，但第一时间没有打另外一台巨头，这边再开始跟骑士互打，稍微有点可惜。OK， 这边补下了彪悍精神，里面骆驼直接开始骚扰村民。村民不开心了，个个倒地。玛雅的部分，他也在转述自己的老鹰了，精锐鹰勇士。啊，这一杯土的村民有点多了。这个巨型投石机再拆一下，里面村民喷出来，哎呀，很惨。村民一喷之后，匈奴直接败退到后方了吗？算已经全部都上到帝王时代了。西西这边。好像有点难打。好，这边彪悍精神终于好，攻击力12+7的重装骑士哦，非常高伤，比一般的游侠伤还要高。一般的游侠是14+4哦，那这边是12+7哦，比游侠还多一攻。这边城门来不及盖，哎呀，直接走了进来，到了后方匈奴领地。好，这边只是因为没有黄金哦，只能出轻骑兵。匈奴其实也现在很困扰，这里不知道要扣个队友来救一下。那玛雅这边一直想要骚扰，但家里一直都有城堡锁住的关系啊，所以骚扰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好，左边派了一些单位过来解一下西西里的后方的经济状况。好，就在这边
要先攻击哪一个地方呢？现在地图四面八方都是有敌人的领地在啊，要可能要专心打一边会比较好，其他地方可以小打小闹骚扰没问题。但是玛雅这边太久没有骚扰到他了，资源量都已经破3000多了，玛雅的食物跟木头已经快到4000了，3500。这边已经聚集到了大兵了，精锐英勇士二级弓也要好了，但是铠甲没有先好，这就是1000分的一个小细节。他们并不知道步兵单位哦，跟这个马单位哦，先优先升防御力哦。但是黄金果有激烈点还不错，那这边还不错，弓箭手有优先点下三级射，但步兵单位要记得升防御哦，只是先升攻击力。好，步兵还在升练甲。好，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玛雅，玛雅这边进攻其实也到了一些压力了，但是骑士扛老鹰效果不错，但是也要数量也要起来一点哦，因为老鹰的数量一多还是可以反打骑士的，况且后面还有射手在输出，虽然这一波打起来老鹰直接溃败的感觉哦，毕竟这个彪悍精神伤害太高了，看老鹰的血量直接爆血，但现在数量不够多，感觉老鹰还是可以占上上风的。这边骑士再继续聚集过来，有点危险。玛雅这边给的压力很大，前方的马就可能盖不起来。好，这边打出了问号。匈奴这边打了问号，就这边打了一个问号。匈奴这边问号，队友在干嘛？不来救？好，殊不知队友很努力在攻坚下方哦。匈奴可能不知道，他可能觉得队友怎么都没呼吸了，怎么一直在打他？殊不知他的队友也很努力哦，在想要做点事情，但是被鸠登反打了回去。这一波鸠登应该是守下来了，城堡应该是没问题。然后上方西西里也是被砍到怀疑人生，各种收村，没法做事情。好，基本上其他的玩家是被打到快没有呼吸了，而并不是不想要救匈奴。匈奴就觉得很奇怪，然后自己这么拼命努力出兵了，怎么没办法打赢呢？啊，这边匈奴打出了 GG 啊。自己投降了，西西也投降了。玛雅这边想要再继续进攻，但是也是打出了GG。哇，这边玛雅真的是最后希望啊，自己真的很浓。那没有办法，这个1000分的玩家，就是观念上来说，还有这个操作来说，可能都会有点没办法更新到最新的 meta。最主要还是操作问题啊，可能他们的观念有很高，但是操作上来说还是有点偏困难。毕竟可能1000分玩家也不是那么常玩 CD 帝国，可能就是走马看花看影片，然后自己稍微玩一下跟 AI 打一下跟朋友玩一下而已，所以本来就跟我们平常看到那些职业选手操作本来就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不能太怪这些1000分的玩家嘛，居然三个人打不赢一个人。如果平常的一般玩家来打的话可能也是这种画面，那我也只能说 Jordan 也是玩很好，该做到的细节都有做到，前期用这个飞刀手直接拆掉三架 TC 哦，然后后期转出经济之后，再用这个骑士哦，彪悍精神马爆一波，直接收掉三架哦。而且这个三架分家的这个难度是很高的，你要把一些骑兵单位直接去打三架，你要都要控好。他也不是把兵派过去就没再控了哦，都还是有做到一些事情哦，知道里面 TC 人少才继续砍 TC 啊，哦，知道里面 TC 人多就不会硬砍了啊，这就是就等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再帮我下订阅。那也记得帮我一个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